我们要有优质的十大精英农民。农业处长卢进江将代表精英农民的酒牌颁发给表现优秀的农业人员。这是婚姻馆为了要庆祝农民节所举办的表扬大会，总共表扬163个单位跟农民。好朋友，每年在100年的时阵啊，咱今年6月看到100年的统计的时候，咱可能我们搞不好又到700亿年总产值了，所以呢，真感谢咱这好朋友，为着咱花莲县呢农业在拼，为着台湾农业在拼，让我们民生来这个农业的生产，对这个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供应，对民生要担得起很大的责任，因为我们是台湾最大和全国最大的农业县。2013年的管府将要举办农业博览会，所以今年农民节活动是更加盛大举办。管理所李芬表示，这受表扬农民也是单位拢是婚姻馆的农业指标，嘛希望因会当为婚姻馆的农业做一个模范。会当看到讲农业是有前途的，农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打出怎么样，可能有信心的这个产业出来哈。啊，婚姻馆馆长会想，未来这3年里头的话，我们还会更认真的打拼，希望会当跟咱农友、跟咱的三小班、跟咱合作协调，跟每一个乡镇农会大家合作起来。那么2013农业博览会，那只不过是所有累积咱出来，吼，阿三要做个扛鬼型吼。那么总结的话，在农业首都，吼，农业首都这样子，记得吼，按呢这样子一个招牌之下。我们办的一个农业博览会。今年表扬大会顶，每一个受表扬农民拢对婚姻馆的农业发展真有帮助，大家对因的优秀表现嘛表示肯定。照县政府的这个规划啊，将来啊会变成就是说全国最好的一个农业县。官府积极推动农业，希望成为一个农业首都。相信透过农民朋友的努力，婚姻馆将会成为台湾农业的一个代表。记者王真心，长报道。